世俗环境中，光阴似过路人，谁不应全力上，只想成片别人。朋友同你遇上，无愧了不必计苦话题，唯有好友地心，方可抹尽泪痕。能在何地里，有着同样声音。我那么孤单，全靠你吩咐与教。而得得失失，不必追究。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似是得天有求。我珍惜得你吩咐，挽手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部也偏走。不得失失，不必追究。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算没有便足够。我只想跟你走到永久，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。色嘅衫一種色啫，咁跟住咧，你咪獲得咗可能九張唔同，淨一個紅、一個藍、一個黃、一個綠、一個黑咁嘅相靚咯。其實我有套紅先生都好靚，但係覺得好似好亮咁啊，兩支利是風就係個元素。後屘咧決定有一個藍色嘅波子，我一夠誠意啦嘛，連個頭都揀埋藍色。我同你俾獎先 ，Sammy 先好唔好？我哋嗰陣時合作係幾年之前啊？哇！《浪逐富少爺》係我第一部嘅電視劇啊，真係應該冇30年啩。其實你好尷尬，你嘅場
唱會咧，講到明三年啫，同得你 friend 咯。你係好細個就入行噶嘛？咁啊細你少少啦。咪就係咯。十年八載咁樣。就是、其實冇咁多嘅。咪咯，即係嗰陣時，我覺得即係轉眼間就已經，即係過咁耐，我真係覺得即係光陰似箭咯。好耐啊！好耐啊！其實你幾多歲啊？我今日咧，我坐細出嚟，你知唔知李克勤幾歲？我點知啊？你唔知道你喺個條片度講咗咧五張嘢咧？係啦，你到尾仲有少少，有少少，有少少。我話你而家即刻開始欣賞男人係要五張你先好咧。係咧，要老嘢好睇。係，即係一係。即係唯有咁安慰自己，唔係點嘅人。我哋都有啲共通點喎，你又係差唔多年齡又中意踢波。我同你老婆都係差唔多，大家好開心。我發覺你老婆咧成日喺嗰啲社交平台嗰度溝通。其實我同你老婆依排熟過同你喎，因為我同佢時時喺 Instagram 嗰度有。你知唔知好得意好笑㗎？我老婆咧係好少去睇到你嘅演唱會㗎。因為咧，佢每一次你嘅演唱會，佢都大肚啊，所以咧，次應該大幾啦嘛，你都唔知啊。唔係，今次唔關事，今次。你都唔開咧。所以你再開咧，我要準備下先㗎。得唔得啊你？你知啦，你有位教師啊你，瘦啊你。嗱，今日咧就我嗱，你話你好有誠意啊，其實我都好有誠意。我都準備咗你隻歌要唱咧。我知，你可唔可以三番啊？我幫你擺咗，佢擺低呢個先嚇。呢個波子嘅水作個紅色，雖然都 OK。係，我白衣真係啲遠睇真係好靚啊！梗係啦，第一俾掌聲我真係。我為咗我真係唱咗幾十個雙親嚟嘅，都唔知想成條蕉咁啦，定波子汽水啦，定成棵菜咁識唱。有大家聽到如雷貫耳嘅掌聲就知道呢支波子汽水得啦。如雷啲得唔得？嗱，呢一隻，呢一隻好難求得唔得？好平啦！呢一隻咁嘅掌聲就襯住下落嚟嘅呢一隻歌啦 ，OK？ 嚟啦嘛！